小莫，这大中午的也太饿了，我都饿得快虚脱了，我给你捡点东西吧。哎，娃娃快回来了，让娃娃带点。我们去打个电话。娃娃，你快回来了吗？我们好饿，可不可以帮带点吃的呢？不行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带回来。那你们吃啥呀？我想吃炒饭，我想吃拉面。行，那我开始买吧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娃娃。拜拜。拜拜。好饿，娃娃快回来这是啥？你要的炒饭，你要的炒面。那怎么没看出来？其实他们是炒饭加炒面。哦，这个叫泡饭面。也就是说里面有面还有饭。一次性满足你们两个的要求。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份。这个是啥味道的呢？我这是海鲜的。我这个是芝士的，刚好我很喜欢吃芝士。我这个叫韩国大酱汤，传统口味。那我们就赶紧拆开吧。先拆开，它就有两个口，我们先拆第一个口。哦，我还在考虑它为什么有两个口。我已经拆了第一个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打开呀。里面有一个小叉子。哎，上面沾着米饭。有米粒在上面。你看这里头，这个把这个调料包拿出来。哎呀，看，这里头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先把调料放进去，好不好？我只有两包调料。我这是芝士味道的。我也是一包。我有一个蔬菜包，因为我是海鲜的。可是我这调料，我这里面就包含蔬菜了。还有一包酱。娃娃的好丰富哦。娃娃，待会儿要吃你的。不给。看，变红了。大芝士。我看你。哇。你们看到了吗？这里面有一条那个注水线。所以说它应该是在这个袋子里泡的。非常方便。对啊，我去拿一下开水。加水线，不用加太多，加的太多没味儿。一片加太多没味儿，少加点。别把屁股烫红烫烂了。少加点儿，烫加太多没味儿。我说实话，说了八遍了，要没有味儿啊？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口给它封上，然后等4到5分钟哦，就可以泡好了。已经过了5分钟，那我们就打开吧。我们从第二道线这里把它打开。哇，小心烫哦。对，一定要小心。真的很烫。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这是一个技术活。有点打开了。哇哇，你牛。哇，好香啊，好香，而且这个有浓浓的芝士的味道。我这就是海鲜，虽然没有碰到海鲜在哪里，但是我闻到海鲜的味道了。我尝一尝。对，感觉好辣，我没有想到它可能会这么辣。先来尝一下自己的吧。哇，感觉小窝的哟，好辣哟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我芝士为什么是红色的。里面还有饭哦，我们一起吃一下。我先挑起来都是面。哇，掉了一粒饭。你的声音有点太大了。可是我现在来吃一口饭。对，我也来吃一口饭。好神奇的口感，已经完全泡熟了。其实饭还是挺有嚼劲的，不是那种很软塌塌的。我这个有点辣哎，然后芝士的味道也很浓。你们两个是已经顾不得说话了吗？我觉得我这个不辣，而且是很有营养的，像排骨汤一样的。哇，要不要来尝一下？芝士的更好吃，我觉得。是吗？我来尝一下，是不是很辣呢？我觉得我的有点辣。娃娃，你已经快吃完了是吗？但娃娃的更红，它的汤。
对小锅的这个有一点点辣，吃多了可能会更辣。对，但是芝士的味很浓。对，娃娃，你的那个好吃吗？真香！可不可以给我们尝一下呀？真香啊！只能尝一小口。哇，看上去还挺辣的，辣吗？真辣。这个我，因为我不是特别能吃辣，所以我觉得。它这是最辣的。还好。但是还好。没有火鸡面辣。比火鸡面是差很多，你要尝我们辣，很辣。不过我真的没有火鸡面辣。但它这是最辣的。非常非常香，爸爸你要尝一下我的吗？我真的很香，而且不辣哦，不辣的。为什么你们还这么多？因为你吃的太快了。有味道吗？只吃一根。嗯，不错。哇，你这个好香啊。对吧？嗯。你这个是真的真香啊，这真的是香。就是韩国人呢，他们设计出了这种袋子，可以直接就泡上面就吃，太方便了。对，也不用煮，而且还解决是吃饭呢还是吃面的这个问题。嗯，我们今天呢一共吃了三种口味的泡饭面。嗯，我这个是芝士的，感觉是最香的。我是最辣的。我的是最有营养的。对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